山空军官校一架编号0851的 AT3 教练机，22号上午11点57分起飞，进行仪器飞行科目。飞行大约半小时，却意外在南投信义乡和花莲竹溪乡交界处的马摩兰山附近，从雷达荧幕上消失。军方不放弃搜救希望，上百位国军兄弟23号持续上山搜救。因为飞行官王进军少校和飞行学员黄俊荣中尉目前还下落不明。我当然是先把人前推到第一线，扎营完了之后，再做第二阶段到风平溪上游这个阶段，这个阶段是比较辛苦的，从最终点到它的实施地点最快也要3天到1个礼拜之间，3天左右会到达那个地方，但是要开路，要看地形的状况。由于马博拉斯山海拔有将近4000公尺，花防部副指挥官表示，搜救状况还得是地形和天气因素影响。目前部队已经进到瑞穗林道14公里处，而古胜文少将将率13人沿瑞穗林道与前推部队汇合之后，再持续执行搜救任务。另外，空军直升机也搭载特战官兵共7名，在光点消失位置的西南方1.5公里处进行扎营，会持续进行搜救的任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